入影片，他们说啊，都像玩一样开心哦，建立绝佳的主持默契，也预祝今天晚上的盛会也可以开心的获奖。祝福两位，而且今天这台的哇阵容庞大，即将步上后台的嘉宾，谁呢？来看，他们是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所有团队，以及高颜值帅哥美女组合林思豪跟洪迪。今天会是他们九大奖项，不论是音乐歌唱还是歌舞，很厉害，拿过了荣誉节目奖、主持人奖、盛隆的节目奖、主持人奖、非戏剧节目类别的导演奖、音效奖。真厉害，还有根据其发表以来的夏天在新地有一档的部分，林书碧豪以及洪迪堂两个同时入围，所以他们今天晚上一块走星光，他们是伙伴也是对手，哇，那就麻烦了，到底奖落谁家呢？相信也是今天晚上大家瞩目观察一个重要的高潮点。好的，是的，各位朋友，以及一直支持的观众朋友，现在我身边会装吗？你先介绍了。我今天看哪边呢？看哪边？哦，我今天的服装是主要是上面这一件，它是纯手工的，然后花了300个小时，一条一条的把上面的点缀缝制上去，然后它品牌是 Y Atelier， 对，在瑞安街上面，大家可以去看看，是一个很低调，然后非常有气质的店。然后裙子也是他们手工做的。然后今天哦，今天的重点还有我们的珠宝是卡地尔的，总价耳环、手环加戒指是714万。然后我觉得很惊人，非常惊人，我没有带过这么贵重的东西。然后非常谢谢大家。哦对，然后我今天的鞋子，哦对，我还做了指甲，它非常的闪亮，跟闪卡一样。然后鞋子也是公司送的，是他们祝希望我有一个好运这样子，对啊，算是准备很齐全的啦，对啊。我今天的服装就是为了要配合我的好朋友，我也选上下两件事的，然后饰品是我朋友做的，然后今天主要就是希望可以陪着他一起走红毯，嗯，谢谢。谢谢。